表演即将开始，请各位来宾准备入座。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参加今天的活动，借着这个机会再次代表文化部然后来跟各位前辈艺术家致敬，那也感谢各位艺文朋友这么多年来对艺文活动的支持，欢迎各位艺术家多多的利用空间馆来创作，然后来呈现自己的这个创作的作品，也欢迎各位常常利用空间馆来参观。在我们的国家国家政策之下，它是多元的，它是科技的，是不断的。那这个精神如果能够保住的话，这个文化会将来呢不展也非常的引人注意。希望这个画会能够长长久久，祝这个毕业画会万寿无疆。今天的五月画会到中心站代已经会增加到十五位，那么作品的质量也是在提升。我是五月画会画定参龙。圆满圆满成功啊！谢谢各位。今天在台湾文化会65周年所呈现的展品，是我们全体台湾文化会我要谢谢全体同仁们的全体合作、全体配合，所以能让这一次的展览能够如意顺利举行。谢谢